天天你是精灵宝藏。哦，我现在标题会顺便打第九季耶，宠物屋。好，你看我阿瑞斯已经死在那啊。然后，这一真的是很值得一直玩啊，因为你看他最后他每一季的宠物外观很像都不一样哎。非常的有意思。哦吼，这个的最大数目又更多了，好恐怖。18晚啊，还是27、18号？18号了，我心脏会跳出来。18升息极限了吧？欸，不过今天剩他的金币的比较多咧，他70的金币，你看。嗯，感觉可以收集那个金币到完再结束。那是跟着点。我应该听又不会跳很多啦。还好，那不然玩到中一次大奖啊！哦，他金币其实蛮好得到的耶。这个模式就是要拼金币啊。可能会玩到中到我们超过我们的血，哦，中 vegan 的好爽哦，是吗？耶，18的 vegan 很多，18的 vegan 很多。真的假的？暴喜啊，暴喜啊！十七岁的 vegan， 哇，羞他妈！哦，所以其实玩这个手游就是看运气嘛。来喽 ，vegan 17岁哦，你们就知道有多少了，非常的恐怖啊！这个数目我们下集可以跟你们分享。嗯，那飞跟之后全部都随便都大奖了，而且经验值照算。看来这边钱会还你们，所以我下集可能又爆冲了，我下集可能爆冲了。嗯。